我今日带大家去山东泰安市的泰山。我哋首先在泰山桃花浴游客中心嗰度入场。我哋今次搭嘅缆车在桃花源索道嗰度上泰山。其实咧，坐呢条索道上泰山咧，望落去都几高下噶，所以咧一路搭一路脚都震啊！估唔到咁高嘅泰山上面都会有猫喺度栖身嘅。我哋今次咧会行天街，跟住上南天门，再去碧霞寺，跟住去到玉皇顶之后咧就行翻转头嘅。泰山原名叫做岱山，亦名岱宗，位于济南、长青、肥城、泰安之间。它由南边咧开始在泰安城，而北边咧去到济南市嘅。方圆426平方公里，主峰咧位于泰安市境内的玉皇顶，海拔1545公尺。原来人民币5蚊嗰幅图是泰山呢个位置嚟噶。呢座山咧，经常系皇帝设坛祭祀、祈求国泰民安同埋举行封禅大典嘅地方嚟嘅。而中国古代咧，有12位皇帝咧嚟过呢度咧封禅朝拜嘅。第一个咧喺呢度举行大规模嘅封禅仪式咧，就系秦始皇啦。是时候又要搭翻缆车落山啦。大家有冇发觉左手边咧河上边咧结晒冰喎？